为呢今天播出呢是9月11号，对，想要把这个礼物，我们难得在云润而且合体当作是911的生日礼物送给我们自己，也送给所有的歌迷。1、2、3，SHE 出道22周年，三人合体献粉丝惊喜。Selina 才刚诞下儿子小腰果，随即也迎来 SHE 出道22年。Selina 还挑9月11号出道纪念日发布三人合体的 Podcast 新单集，给粉丝一个超大惊喜。播出的这一天呢，就是我应该是在坐月子中了。哇，小腰果应该腰果已经来到美丽新时小腰果了。也因为呢，今天播出呢是9月11号，对，想要把这个礼物，我们难得在云润而且合体当作是911的生日礼物送给我们自己，也送给所有的歌迷。1、2、3，SHE 在22年前以《恋人未满》这首歌打开知名度。我们一开始的时候，老板还有让我们三个人做心理测验，那时候还给我们定义说我是温柔 ，Hebe 是自信 ，Ella 是勇气。就代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，对，三种不同类型的女生。其实当时三人成团只是个意外，没想到却成现今的女团天花板。回顾 SHE 少女时期， Selina、 Hebe 造型可爱甜美， Ella 则是一头短发像个小男孩。现在 Ella 褪去稚气，多了分女人味，不过爱发疯的部分还是没变。当时当红的三人在单飞不解散的情况下，各自发展一片天。你男士你不冷啊，你没有穿衣服哎。一道伤疤结在心头，只能笑一笑问候，好在有千差万错也没人看，说内疚。哦，你无聊呢。我是爱你好啊。不过三叶草们最难忘的，莫过于2011年拍戏的爆裂意外，造成 Selina 54%表面肌灼伤，一路波折都是姐妹相随在身边。期待 SHE 能继续带给我们更多感动啦。说出口，你就。